蔡诗芸宣言幸福是自己给的，尊重王阳明事业，更尊重自己。蔡诗芸 DC 三年后推出全新单曲 My Own Bus， 透过音乐为所有女孩发声。蔡诗芸事业家庭两得意，不仅与老公王阳明幸福甜蜜，育夫有数，对于自己热爱的音乐更是放手去做，当起独立创作人制作音乐。这回新歌 My Own Boss 以我老板就是我的概念传达女生独立自主，要勇敢直前。 DC 感触说，这一年来更有感觉，当一个女人，只有女人能够了解心情。在国外看到发表很多公平对待宣言，内心非常感动。更呼吁女人要站在一起，独立展现自己，一起去 fight 我们权利。DC 从小在西方长大，目前定居台北，氛围也算开放，但他观察后认为世界还有很多地方不公平。在婚姻关系中，他不像传统文化中的小女人，是互相包容的两人。他表示，我是个独立的女人，两人生活我们会彼此尊重，会尊重老公事业，我也会更尊重自己。相处哲学则是在感情里勇敢去发表我相信的原则，当一个女人一定要有自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人红是非多，他在 IG 有广大粉丝追踪，有时也会有酸语批评，如何应对？ DC 坦然说，一定是要自信面对。网络发达，社群媒体酸民直接留言意见，那是自由空间，谁都能说发表话题，当然你越有话题，可能越有人会去说不好听的话，不忘捍卫自己发言权。我自己会采取忽略政策，不好听的话就变得小小，真的很不礼貌就会删除甚至封锁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空间，我可以做我自己，而且是给喜欢的人去看，不喜欢我的人来批评敌我，你不用来我这边看我的发文。有别于性感造型，她这次在 MV 戴起毛毛，化身嘻哈滑板女孩。她透露滑板学不到一个月，目前程度可以从两点移动。在台北认识族群姊妹淘，大家分享生活，热爱大自然，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做，没有一件事情会说我不能。这次在 MV 刚好可以展现自由，奔驰的意向，有这么多女生是我的粉丝，我当然得尽我所能的做个好榜样，以自身教导他们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懂得接受自己，并且爱自己。 Just have